以前珠海都係叫做香山嘅，咁可以講我已經喺最近一個月前喺中山都開個演唱會。 今日嚟到回同村尋我哋莫家嘅根，就係因為我哋莫家一路喺回同啊香港有一個根喺度，對我個生活啊，對我成個人嘅感覺係最舒服。咁你第三次嚟睇咗我啦，廿年前嚟過，好似三年前嚟過，依家係啦，係啦，莫思耀一路咁。 嗰陣時應該係北邊落嚟，我哋嘅莫家應該係喺河南嗰邊落嚟到廣東，咁就嚟到安家樂業，跟住再去香港同埋廣州發展嘅。莫華倫係世界著名歌唱家，佢喺北京出生，6歲到香港，10歲移民美國，喺歐美演唱咗10年歌劇。 现在系香港歌剧院艺术总监，最近仲获得意大利政府封为人为之星骑士爵士。今日嘅世界知名歌唱家，原来系买版世家莫士扬嘅第5代后人。呢一日，佢翻到家族嘅故乡珠海嘅回同村，今次系佢第3次翻家乡。而家去我哋嘅莫氏家族嘅祖屋啦，即系我哋自己个莫氏，成条村系姓莫噶啦。第一次嚟同阿爷嚟。 第二次同老豆，今次系自己。莫士扬系香港太古洋行第1任买板，佢喺1820年出生，至少喺广州13行工作，好早就熟悉买板嘅工作。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，莫士扬嚟香港，1870年受聘于当时总部设喺香港嘅太古洋行，佢好早就已经系出名嘅买板。 太古洋行喺香港設立總部嘅時候咧，就挖咗佢過去做呢個佢哋嘅買板。咁所以變咗佢嗰個莫士揚咧，可以睇到咧，就係佢係由呢個13行時代一路發展為冇咗13行之後個買板嘅，即係第1代買板嘅崛起。然之後到佢嘅仔咧，就莫祖全，然之後到佢嘅孫莫幹生咧，變咗咧，佢哋3代咧都成為呢個太古嘅買板，亦都成為香港咧係有名嘅，即係。 买板家族咩叫做买板呢？就系泛指嗰啲精通中英双语、受雇于外资洋行嘅华人。佢哋嘅职责主要系协助洋人购买货品、统筹同埋管理一切在华地区嘅业务。而买板系早期香港华人梦寐以求嘅工作，唔少嘅买板华人都因此而致富。但系嗰个年代识英文嘅华人好少。 外商要凭借呢啲华人买板嘅网络，先至能够同华人做生意。每完成一宗交易，买板就可以从中收取佣金，而且佢哋仲可以自行成立商号，承接洋行嘅生意。咁当时香港洋行嘅生意好兴盛，而莫氏家族亦都正因为太古洋行嘅业务发展急速，加上莫氏洋嘅仔莫祖全好有生意头脑，因此财富积聚得好快。 譬如莫祖全嘅年代咧，就我諗太古最大嘅發展咧，就會係糖啦，即係有呢個太古糖廠啦。咁另外佢哋亦都有呢個太古船澳啦。譬如呢個太古糖廠生產糖嘅時候咧，就會有一種嘅副產品叫做吉水嘅。咁佢自己咧就係喺香港啊、廣州啊，成立一啲公司咧，係專門去賣將呢啲吉水收埋之後咧，就賣俾一啲嘅醬廠。 或者係嗰啲嘅中國嗰啲米酒啊，嗰啲鋪頭咧，都要需要吉水嘅。咁另外我哋都知道咧，佢成立咗一間公司咧，係專門係去代理太古嘅糖嚟到買賣嘅。咁甚至佢自己亦都有自己嘅倉庫。咁咧，譬如咧，佢係收咗一批太古糖之後咧，佢等到嗰個糖價係高嘅時候咧，佢就賣出。 莫祖全系莫士扬喺1879年逝世之后接替佢爸爸出任太古洋行买板工作噶。莫祖全自己有两个仔，莫干生同埋莫应贵都系从事买板工作。莫氏3代出任香港太古洋行嘅买板长达61年。莫应贵曾经喺英国读法律同经济，毕业之后先后喺伦敦、香港同埋上海英租界做律师。
1928年，佢由上海翻到香港，又喺太古洋行做买板，喺广州更加有唐王之称。从事糖嘅买卖啫嘛，咁啊，政府有啲糖需要分配俾其他嘅商行啦，咁系咪通过佢经营咯？因为佢喺太古嘅时候已经系做糖。1930几年嘅时候就香港同广州嗰啲糖。好多都係佢經營嘅，咁啲報紙寫啫，即係就誒唐王莫應貴咁。莫興義係莫應貴嘅仔，係莫氏家族第四代後人。佢冇從商，而係做醫生。而佢嘅仔莫華倫就成為世界知名嘅歌唱家添。咁當莫應貴將家族生意越做越大嘅時候，新中國成立啦。奇怪嘅係。莫应贵非但冇因为生意受阻而心生不满，反而对新政权异常拥戴。据莫庆义讲，呢个时候发生咗一件可以讲系改变佢父亲一生嘅事。1952年东头村大火，广东省政府派出慰问团嚟香港，莫应贵就系组织欢迎呢个慰问团嘅负责人。慰问团嚟到香港嗰日，港英政府突然间禁止佢哋入境。令当时喺尖沙咀火车站等候迎接慰问团嘅市民群情汹涌，后嚟更加演变成为暴动。莫应贵更加被港英政府指为引发暴动嘅主谋，要递解佢出境。九月嘅时候，佢做紧香港各界庆祝大国庆大会嘅筹备委员会主席嘅时候，突然间港督就俾封信。要佢48小時之內自動離境，終生離境。總之以後唔翻嚟香港，我估計港英政府叫做槍打出頭鳥。你咁多人喺度做啲愛國活動啦，佢就驚，咪揾個最知名嘅人打低咗先，等你嚇下其他人。莫应贵接到递界令之后，港府就派出一名高级警司负责送佢坐船去澳门。之后莫应贵再去到广州，变咗忽然间香港冇嘢做啦，经济冇咗噶啦。咁但系佢翻去广州之后咧，大陆即系嘅政府仲系好关照佢，就喺香港组织咗几间嗰啲雞欄、魚欄，都係喺五豐行下邊嘅，都係俾佢做董事長。咁佢就遙控啦。佢喺廣州，香港有咩事同佢講，咪靠電話聯絡咯。1966年，內地發生文化大革命。當年莫慶義喺廣州做嘢，有一晚佢喺醫院值班嘅時候，醫院政治科嘅領導人對佢講，佢屋企俾紅衛兵抄家。於是莫慶義立即趕翻去屋企睇下發生咩事。翻到去，我就先去派出所就問佢咩情況。我話我爸爸係香港政府驅逐出境嘅外國人士。我話你點樣搞都唔應該搞到我爸爸身上。咁派出所咧就同我一齊翻屋企啦，睇啦。咁個爸爸已經鬆咗綁啦。我爸爸點講咧？佢話同嗰啲後生仔嗰啲紅衛兵啊，就話：佢話我係香港政府驅逐出境嘅。佢話毛主席講。凡是敵人反對的，我們就要擁護。咁啊，學生咁啊係噃，咁啊炒咗人之後就走咗啦。莫慶義憶述父親生平事蹟嘅時候，向我哋展示咗一張保留咗40-50年屬於父親履歷嘅紙仔。呢一張簡單嘅履歷表，亦都見證咗莫應貴嘅一生。因為有一次傾偈，佢。我問下佢嘅履歷咧，咁佢寫咗俾我。佢係1932年，佢喺香港咧組織一個華人救傷隊，就翻去國內服務嘅。咁誒喺邊度咧？喺宋慶齡主持嘅臨時醫院，有啲相已經相補曬啦。佢係著曬軍裝嘅，因為救護隊佢都要去戰地嘅，咁佢係著曬軍裝影相嘅。莫应贵在广州居住期间，先后担任过广东省人大代表、广州市政协副主席等的公职。
到1984年，中英两国就香港问题签署了中英联合声明，莫应贵又被委任为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。86年，佢嚟香港开会，再次踏足阔别了34年的香港。莫华伦话喺1981年，莫氏家族举家翻到会同村庆祝爷爷莫应贵嘅80岁大寿。他说莫氏家族在这里有不少值得保留的建筑，如果能够将它修复起来做一间博物馆，就会是一个很好的历史见证。这条村会同村是第一个大殿入来的，因为它又起了一个洋楼，又有殿，当时给它的一些设施给它带一些电影香港过来给它看，带了整条村都有了殿。我就觉得不可思議，成8年前咧，呢棟嘢咧起到好西化嘅，完全好似我一入嚟頭先覺得，好似去咗南歐咁嘅感覺，即係覺得每一個人都一定要尋根，知道你自己係邊度嚟嘅，同埋尊重你自己嘅歷史，先能夠對你以後進步咧或者發展咧有更大嘅幫助。